谁？感谢订阅谁？可能不是你吧？也可以来我们这啊，嗯，真的很欢迎。三二阶，好。第一场是小国王，小国王。那看到我们这些动都很害怕哎，不知道是直坑还是？对啊，感情有拿到翅膀了吗？拿到了，对面拿到了。哇塞，拿到两个啊！看你屁股后面有黄金，感谢。对面的来了，好。他已经气噗噗啊！你偷他翅膀啊？不是啦，对面拿走他们自己的啦。哦，切、哦，那是他们拿走我们的翅膀啊。对啊，那你应该气噗噗喽，要把他抢回来喽。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哇！哦，小帮手，谢谢。你要石头吗？不用啊。我还以为你还要石头，你要问刚刚啊？我今天不需要。哎、欸，啊！不推我，我自己不要来这里，他们都在乱挖地板，他们在乱挖地板，傻眼！我上来就后悔，我要下去了。坑坑巴巴，乱挖，坑坑巴巴。对。月球表面，哇，还挖我的黄金！我懂，真的是打爆他。哦，这个路怎么变这样？哎呦，干嘛？怎么变这样？他们都在挖我们脚底，傻眼！你说什么？啥、啊、黄金、欸？没有黄金啊，骗人！这要没有黄金，以后他把我挖下去。啊？没有吧？你在讲人话吗？没有球可以把我来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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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拳你白痴，一直往下挖的干嘛、啊？也不错，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傻眼！你在坑队友啊？我哪有？你害死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，就是你自己自杀哦！哎呀，那怪人啊！挖走别人，怪别人。哇，我们还缺三阶，一拳努力三等啊！我的钱已经变成稿子了。好，等一下我去下去挖。哎，这条路？你说掉下去的路吗？不是啊。想要一跳再跳有没有？跳上瘾了。你谁啊？哦，蓝队的。我们这边很多奇奇怪怪的人。对啊，对啊，女仆是来乱的还是来帮忙？哇，他们看到黄金那个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超迅速，直接挖走，真的。这是什么神秘的洞？他一直顾着挖我脚底下，然后黄金都没挖耶，好棒哦！我也想要有黄金。哦，有有有，哇哇！哇！谢谢小帮手，谢谢小帮手！天哪、啊，好多啊！我这是跟定杰克了，黄金生产期吧？三个金砖，你知道刚刚这里有三个金砖啊？哇哇哇！好有钱呐、啊！哇，这个女仆装果然有福气啊！有 buff， 有 buff， 有 buff， 有 buff。哎、欸，居然是陨月，怎么了吗？我还以为那个蓝队又来乱了、欸。哎，金砖被挖走了。那个蓝队被我埋在地底下。哦，原来是你。跑，你要随时看地上、啊。怎么地上都没有黄金？因为都在杰克这里啊，你又不穿女仆装。穿一下可能就有 1.5 倍哦。我现在去发个不适应啊。去啊！现在马上去啊！伤眼睛，伤眼睛，给这条都踢过来。哦，原来是蓝队的，我还跟他这么和平，在那挖来挖去。上帝冲啊！你们的和平是指他的黄金，他挖；你的黄金也是他挖吗？不是、啊，
害！我们奴隶三阶了吗？还没。那我升一下。对吧？现在刚刚应该二阶而已。点错格了。升。有了，哎！你最好不要把我地板挖掉，不然我马上杀掉你。刚刚你骗人哦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跳出来了。系统那个，系统那个，对对对，我说了声有没有？都没声，间谍，敏感哦，那个啊，那个啊，小光记得升装备啊，要白天喽，对，我也要装哎，升了，嗯，对啊，我可以过去抢，哇。还是你在思考人生吗？没有，我在感谢小起点。感谢小起点。小起点人生。巧克力，小心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还有三十秒、哦。没有，已经在中间了。啊！要怎么上去、啊？要自己垫上去吗？要自己挖一个道路。巧克力，你后面很多人哦，哇、哦，一堆哎！巧克力要跟五个抢哎！干什么啦？这么爱抢？一打五哎！天啊！开炸了一个，有打到一个哎！至少挖到一个。嗯，他们好凶哦！小心哦！小心！拿起来喽！好，好哦，好，鸡小心！小心！要买个盾。对。而且我真的有下楼梯的障碍。干嘛啦？有人哎、欸，我的钱呢？没吸到，去。嘿，哎呦，亏你而已嘛，交个朋友而已啊！偷看我变态，你那边卡在那边卡一百年啊！哎呦，所以我们家很和平哦，还以为他们会一窝蜂的冲过来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嗯，怕，搞不好等一下就开轰了。没事没事啊，智剑。可恶，他们把翅膀放在保险箱，我们就不能挤两个了。对啊。哇。有铁他们没挖。哇，你那么快就在盖高高了，凡心。对啊。先做啊！你可以飞去他们那边附魔的地方，他们好像有人在搞轰炸他们。我没有带，如果没有爆炸的话。哎咻！哦，好，我来了。哦，我想说你从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不要问，你会怕。一拳的、啊。他就从天而降，我跟在我上面录的。所以你走着走着，路就塌下来了。没有啦，我把它挖掉的啦。原来是体重的问题，用挖的还是用走的？不要问，你最怕。鹅卵石，鹅卵石，鹅卵石。你要吗？鹅卵石，鹅卵石，我有很多。够了，在46层。够了，够了。可以放在那个香箱里。香香，就来微微弄点附魔装。嗯，微微是谁？微微，海贼王那个、啊。对啊。还是饮料的汤兵。哎喂。嗯。两等。嗯。感觉真的好和平哦，好不习惯哦，总觉得他们在计划着什么。嗯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还是因为他们不忍心，毕竟我们这边有女仆在。哦，
是是是。那我们要把女仆送过去吗？那我是不是该当国王了？想要吗？就送你们吧。不要这样就送出去嘛。为什么我都挖不到黄金呢、啊？就是跟你讲时间问题，讲多久了？然后我这边就是一排的黄金，我挖了一大坨铁，什么都没有。不炸！小心小心！果然他们在酝酿。哎，有人有人有人！国王受伤了。对对对，我在跟他打。我有木剑，打飞！我桃木剑，哎，怎么上不去啊？哇，忽然间就凶凶巴巴哎！刚杰克哦，还以为他是敌人，差点就要掏出我剑来的。哇！掏出你的剑！哎，你真的挖掉我黄金哎？为什么？Skin 问题 ，Skin 问题。该换了，该换、啊。有啊我明天就换你副 skin。一拳不挖吗？这个附魔这边一定要盖好了、啊，不然等一下炸弹就来了。黄金还给你挖、啊？我看我现在多少钱？我好穷，哎，不对，我好像没有很穷。我才是挖一下。到哦，好险！我回头看。人穷志不穷。我来做一个防护墙好了、嗯。真的好可怕啊、哦！差点以为要一命呜呼哀哉。感谢注意。是防弹。嗯？是楼梯吗？哦呦，这刚怪怪。哦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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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怎么了吗？哎呦啊啊呦！哎呦，这经过下去六个金金矿，两个金砖。哎呦哎呦！哇，杰克，你是刚经过这啊？可能，刚刚有人有人有人，家里有人家里有人家里有人，哎、欸，国王攻过来了、欸，打他打他，等下你有什么弹、哦、什么弹？看错，为什么是对面国王吓到？轰轰烈烈，轰轰烈烈，跑掉了，你在干嘛？哇，底下有人，我好猛哦，没有，我是飞行兵，各种轰轰烈烈啊。刚才发现我还拿时间，我在这干嘛？他们果然是在酝酿炸弹。对呀、啊，恐怖哎！都忽然间就嘣嘣嘣。给。哦，我没升级衣服，他的铁钟我没吸到哦。哇！又一个。你铁钟没了，不要过来哦。刚那个超级疯狂的，他就直接上来，然后射弓箭，也不是用砍的。他觉得他的剑比较强，可能吧。强力式的剑欸，阿公欸，强力式的剑，原来是送弓啊，那是送弓啊，送留着留着留着，那送个婆好不好？你干嘛冷掉了、啊？干嘛、啊？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，从地下室来了。我们不好说。突然间尴尬。我们是天使经过了。啊！我又放错了。哦，我一次升四个黄金哎。偷挖，怎么偷挖别人的黄金啊你？哎、欸，你叫什么？打架？哦，家人，家里，光还好吗？好像不太好。打掉了。我先升个装备，我没有装备、欸。这怎么是敌方的、啊？小心哦，我觉得这世界有两个人哦。来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哎呦，加青金石。有了，嗯，我们家是不是没有上去的楼梯了？对，后门被炸掉了。后门，哦，走后门呐、啊！二零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副装备，他会帮我把锹子放在身上哎、欸。啊，被改掉了吗？没有，放在身上了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改、那个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太猛了吧？厉害吧？